最简单的食材往往能烹饪出最美味的食物。腐竹泡完切成段，葱姜蒜干辣椒分别切成段，绿豆芽纵火，锅中随开，锅里放点油放点盐，腐竹炒至15秒，捞出葱随沥干备用，大火油温七成热，花椒炸香，葱姜蒜干辣椒炒香，倒入腐竹绿豆芽，翻炒1分钟，倒入拌炒烧味极鲜，再翻炒1分钟。